那我们今天仍然没有新增的病例，那且隔离人数也增至311人。好，那我们定点航班回来的湖北460名里面，那目前有3人就医治疗中，2人陪同就医，那取医在集中检疫所。那至于磐石舰队，截至目前我们掌握接触者1996人，其中585人为居家隔离。那我们今天采检比较多，已采检的461人，那到目前为止368人为阴性，那其他在持续检验中。